炉炉香的老五样，像那个豆沙红果、枣泥、芝麻油酥，还有那个小麻酱烧饼，很传统。说白了，市场竞争也激烈，说句白话，吃腻了，那还得创新。通过市场调研，咱看到外头这个，比如说外头看卖羊肉串的，能不能腌在烧饼上了？咱家回来就创新。这是孜然羊肉的，选用的都是那种上好的羊肉馅儿，要整肉，你自己搅着馅儿。然后又放点孜然粉、辣子粉，然后味道呢是微辣，外酥里嫩，颜色也好看也漂亮。它有这个汤汁儿，肉的汤汁儿，但在91年当中，咱就增加了创新品种，就这五种肉，像咖喱牛肉、孜然羊肉、牛肉、大肉，还有鸡肉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